能夠得到咁多客户嘅支持同埋認同咧，最主要原因係廣燈喺多年嚟已經培養咗一套好優質嘅服務文化，令到咧每一位同事咧喺佢嘅服務嘅過程裏邊咧，能夠做到以客為本，服務為先。客户對公司嘅印象，往往是建立於他哋接觸前線員工的親身體驗。咁滿意的客户咧，係會將呢份信息係傳俾佢周圍的人。咁有些甚至乎會成為公司的推廣大使嘅。咁所以能夠令客户稱心滿意咧，就往往可以為公司啦、客户啦同埋員工咧，創造一個三贏的局面嘅。在過去的三年咧，廣燈可以在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所舉辦的神秘顧客計劃裏面被選為零售服務組別的最佳服務零售商。今年咧更加榮幸可以獲得呢個最佳服務零售商大獎。咁呢個係整個團隊持之以恆追求卓越的成果。咁獲得呢個咁高的榮譽咧，令到公司上下都非常之振奮嘅。尤其在前線的員工來說，是帶來莫大的鼓舞。廣燈除了提供不同種類的服務之外，其實還有售賣節能電器產品的，而兩者的確是有些不同的地方的。一般服務我們講求快捷方便，而售賣節能電器產品我們會側重於介紹產品的特色、有效用電和電能生活的好處。不過兩者的服務過程和目的其實都是一樣的，我們都是首先要了解客戶的需要，然後透過一些服務的流程令到他們稱心滿意。我們都會不斷地去到檢討我們的服務流程，希望每一個細節都做到盡善盡美。同時我們都會不時地去到用不同的渠道了解客戶的需要，看看怎樣可以令到他的滿意程度更加不斷地提升。最後我們也都會不時地去到參照同業間最好的運作模式，透過尖端科技配合，來到將我們的服務更加令到客戶稱心滿意。